下班了。听俺朋友说这边有个牛汤比较不错，我去喝牛汤今天中午。牛汤，看看怎么样。老板，你这牛肉汤是什么熬的啊？腿骨、脊骨、排骨、肉。哦。哎呦，这个大骨头挺大的啊。嗯。那纯骨头，这熬的可是有营养的。哎，那俺的。嗯。这是牛排是吧？对，牛排。牛肉。那汤多少钱一碗？8块的、10块的、15、20的都有。哦。随便要。行，我来一碗10块的。行，好来。辣椒。哦。泡汤的、蘸饼吃的都是免费的，随便吃。他说脆大骨头，鲜肉、鲜牛肉、水豆腐，牛排，一份熬的，加上26种大料。哎，咱这香菜，咱这蒜，熟味儿，熟香味儿。很好很好，味道怎么样？味道不错。这不是原先我都开菜上这里吃。对，有那个豆腐丝儿和那个粉条，在一块儿加掺那个牛肉就可以了。这是安徽是那个牛肉汤，干了3多年了，这个。这个牛汤这个味道不孬，俺都炒的黄油粉条牛肉，哈哈哈哈哈，看那张子，张子是在地上的，这肉呢？怎么又吃了啊？在地上吧，是吧？老板娘说你了，哈哈哈哈哈。这汤是肥而不腻，是吧？对，很香。对。老板，你这一天卖多少碗啊？卖20来碗。20来碗，那行，你厉害。大家好，我是光头，今天回到家喝洗面。把这个虾摆成跟花似的，非常的漂亮。今天我在老家里吃洗面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刚刚吃过的板鸭，非常的新鲜。看看这个老板的手艺特别的熟练。来吧。那个肘子，尝一下。多吃呗。20斤。肉夹肉丝。鸭腿。你看，你没肉了，哎呀。咕噜。美女吃的烤鸭。安东森这个菜，不是一个戏，很实惠吧？就在河边吃。这个辣子鸡，不你好吧？看看。来会儿，然后那行，胃口不错吧？不行，来吧。啊，来吧。来，到了，这还能混？不是往哪坐？这个吃不了了噻。这个大鱼很好吃。好，行，大鱼，来一个。
行，干一杯吧。他有啥意见？你喊他，老铁，来吃了。我这是大肘子。把您说的吃啊，团长。来吧，来吧，来。看这个牛肉淡黄吧，是不是？满满一盘子。这个还有这个肘子，哎呀，一个不辣，自己手工做的，怎么差的也行。嗯，啊，对，那个咱小东也有，给咱领导找吧，给领导叫上上望出来。来，给领导给上上望。大领导，去吧。那扯了之后，他叫他整容了吧？大家好，我是吃遍全城的王大喜，今天早晨出来吃点早点，看看吃点什么吧。喝的是粥泡油条，来吧。拜拜。OK。老板，我吃碗小米虾，不，粥。这个粥非常的稠乎，非常的有营养，是那个豆子磨成的，一点面也没有。方便是吧？这个事我一方都愿意，也不太难的。去年的，出一趟，收一趟，都弄得我半个健康是吧？有。啊。太像你了。中午别做了哈，你得一会儿上你老家去。老家去啊？啊？你马上买啥回去？10万。10万是吧？是是。这个事是你的错啊，也不值当。好。我得说原谅你了。哦。还吃粽子呗？吃鸡蛋，那吃个鸡蛋。OK， 他这个老板烧的那个粥，你不然的话呢？哦，对，放点这个咸菜，我一会就都没了。这个粥泡这个油条，提了一道名吃。粥快吃完了，哎，这么帅的。哎，味道很好，那是。我去吃吃。是吃的腰花腊肠，吃的现在就着吃，更好了。油条是老板炸的是，外焦里嫩的。啊，找多少钱？早晨喝点粥，是比较暖胃的。他这个粥还不是很好嘞。3.5块，又有了那个粥供销局的，这个粥一喝一个锅。哎，对，那个还比较粥，它有点稀了。两个油条。咱们喝的一喝一锅，一喝一锅。你白干呀！下次上那个三块五，现在一块4块5，他有吗？太傻，太有用了。但是上那吧，得排队，那人太多了。五毛买个锅，五毛钱那个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二肉，放点咸菜。你喝吗？腊肠。哦，你喝。我喝吧，我听说在你们家有这油条吧，是吧？站在油条吃。哎，对的。他过来给我的就不要给吃吃的呗。啊？一会儿还不要就给你吃的呗。哼。再来。是不是吧？早晨的时候吃一点清淡的非常好。早晨。不能吃的太腻。那个红烧鸡用什么？用那个竹子那个鲜豆子，这么一片，1块钱一片，还有挑那个鲜豆腐丝儿，
也一碗一碗。豆腐汁蘸黄豆汁，就这个组合是最好的。那是一道非常正宗。这个多少钱吧？这个是1.5块，那是挺便宜的，1.5块一碗。嗯。油条呢？油条，这我还不知道，我问一下。老板，老板，大哥，那油条多少钱一根？油条，1块多少钱一根？啊？没一根。哦，好的，我油条是5块一根，也挺便宜。多少钱？3块钱能吃饱了吗？3块钱吃能撑一天。3块钱正好了，你三个人吃，一碗粥，3块钱正好，正好。他这里还是比较实惠的。你不挣钱，你管。那你喝这个吧。其实中心吃早点，吃一顿早点，也就3到5块钱。是啊，稍微一点。咱别吃，别喝，那的。稍微一点。那个带荤的，羊汤什么的不行。喝素的应该可以。喝完了，给俺闺女带着点。粥和油条，老板赠送4个安平蛋。老板很局面了。